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已经展开。如果你在1955或56年出生，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，就必须在2019年9月24号到11月15号期内，到任何一家换证中心换证。你可以上 smartid.gov.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换证和填表，并使用新的自助服务站登记和领证，还可以带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来换证呢。